准备这张 slide， 然后每次都会被主持人破梗。那这一张就稍微介绍一下。在江湖上混，对，在社群里面大家都叫 HC。那我大概从2003年开始接触 open source，然后办一些跟 open source 相关的 conference。所以比如说办了OSDC，从2006年到2014年，对，就是 open source develop conference。然后2014年的 Dreamweaver Summit 就是第一届 Dreamweaver Summit 是我开始被推坑办的。那在之前都在雅虎台湾当 engineer。在2015年的时候9月开始进入 Browser，然后1年后就到进传媒，对，一直到现在。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工程师。那跟新闻的连结性大概是。2014年在雅虎开始接雅虎 News 的 engineer，就是 technical lead，然后开始带 news team。那就是现在雅虎有一些，大家如果有还有继续用雅虎 News 的话，虽然大部分人没在用，有可以看到，比如说 Car News 啊，然后有一些 Poll 或者是 Quiz 跟 Timeline 呢，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这样子。好，那在加入进传媒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希望 form 一个 team 可以比较大幅度的去尝试做一些数据新闻或者是互动式的新闻，所以那时候大概开了一些 headcount。那我们目前的人力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product manager，然后有两个 designer，然后两个记者。其实一个现在还没有 on board，对，正在从香港飞回来的途中。对，那目前有五个工程师，然后有一个网站营运的助理。那从2016年有第一个记者开始 on board 之后，不对，2017年有第一个记者开始 on board 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新闻的产出。所以今年年初到香港有拿了一个 SOPA，就是亚洲卓越新闻奖，对。然后最近有一个入围一个永续报告奖，这样子，这是目前的我们 team 的状况。好，然后所以刚刚讲就是我们其实在做一些跟资料跟新闻相关的一些专题，那这里大概是一些我们做过的东西，不过。比较好的状况还是让大家直接看一下网页，增加一下 page view 哦，不是。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做的专题，就是空屋的专题。那时候其实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开始想象说，空屋几乎每一年每个媒体都会做到的一个题目，那要怎么样用数据？来讲这个故事，所以我们那时候收集了包括环保署的资料，然后包括中研院这边有在做一个空气盒子的资料。那透过地理位置，所以他可以去，比如说现在看到这个街景图，就是中研院的实际的照片。那我们是会抓就是浏览器的位置，然后根据你的位置去找到。最接近的数据就是现在当时候的AQI，就是空气状况，对，然后告诉你说你现在所在位置大概有多少 PM2.5 啊，然后有多少的什么二氧化硫之类的这些资料。那这是我们第一个做的专题，也是第一个利用比较多数据在讨论新闻的一个题目。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做了一个网面运输，这个早上如果有来听的话就会知道。好，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做运输业过劳的问题。那时候其实在讨论，就是后来在讨论为什么是运输业，然后我们就去拿了劳检资料，就是劳工局的劳动检查资料，然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
实际上被开罚的，就是违反过劳哦，工时过长的公司，大概就是其实也都是运输业为主。所以这里就是那个图表，就会有公司跟被罚的状态状况。然后每次在讲资料跟新闻的时候，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是我请我们 team member 做的，然后 page view 是目前我们 team 最低的一个题目，所以我每次都要帮他打一下广告。然后这个非常有趣啊，就是我们其实做一个，我们就想要做一个非常轻松的题目。那我们就想说，大家都在跑马拉松，那我们就来看看马拉松到底多有趣，对。然后我们就跟台北路跑协会要资料，我们希望做台北马拉松的资料。然后台北路跑协会就说，你们要帮我们宣传吗？我们就说没有，我们只要做一个新闻。然后说那可能没有办法哦。错愕，后来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去找就是所谓的世界六大马，就是六大马拉松的资料，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活动办得越好的资料越齐全。我没有说台北马怎么样，对，好，然后这个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去拉六大马资料，那他们的资料基本上每一个人的资料，就是每一个参赛者的资料都有，而且是非常的详尽，就是你每五公里花了多少时间，然后一直到结束，就是你42公里跑完花多少时间，所以这上面的3万多个点，就是实际上参赛的3万多个人，他们照他们的时间跟距离画出来的图，对。然后这个应该是我忘记了，好像是柏林有波士顿马拉松的，对。所以你在上面可以切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你想要看哪一个。那如果 你自己有在跑马拉松的话，你就可以调这个时间。比如说你跑了4个多小时，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如果 你在波士顿跑的话，你大概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这样子还蛮有趣的。然后因为这个很吃 CPU， 先把它关掉。那这个题目是做宜兰农舍，所以等一下其实好像资料是有点类似的。那我们有拿了农委会的全国农地普查的资料，跟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资料，然后就会去比对出这个东西有一个地图。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农舍跟交易的热点，所以如果你要看所有农舍的话，就是它的分布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是宜兰的状况，所以宜兰的农舍的交易热点大概是，其实还是比较城镇可以当作民宿或者是那个豪宅的农舍会比较好卖，对不对？所以一切尽在不言中。那这个题目是做双北的租屋的资料，对。那因为我们 team 绝大多数95%以上都是在台北租房子的，所以我们在讨论题目的时候，就是讨论到大家都没有灵感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聊天，然后他们就说，昨天看了一个物件好像很不错，但今天就不见了。对，然后他们就进入聊天模式，然后聊一聊就说好，那来说一下租屋好了。对，可是其实政府对于租屋的资料非常的少。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租屋那么难控制嘛，就是然后房东也不报税啊什么。
那就是各种因果结合之后，就是政府手上没资料，然后你要课税也没有办法课税，然后对啊，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去拉591的资料，然后就做了这个专题。那后来591这个资料，拿去给其他 NGO 跟他们讨论，他们就非常兴奋，就说，哎，大家手上都没有这个资料啊，对。然后后来就还有后续，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以这个资料其实还蛮庞大的，然后最后有做一个十年的，租金变化，不见了，那大概有400,000笔资料之类的，不见了，不想找。好，另外一个是早上讲的时候没有秀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做政治现金的，专题。那去年底是做了第九届，就是2016年立法委员的，企业捐赠的明细。然后这个东西就还蛮有趣的。然后我们今年就是，上个月才把第七届跟第八届，就是2008年跟2012年的资料都补上，然后就重新把这个专题重新再算是重新做了一次，就是看起来好像很像，但其实因为变成三届的资料，那有些东西就会感觉比较有趣，所以我们除了原来的这个政商关系之外，比如说你可以看没有比较知名的吗？看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柯建铭到底拿了谁的钱，然后拿了哪些集团多少钱，然后这些集团除了捐给柯建铭之外，捐给哪些候选人，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之外呢，因为有了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三届资料，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有一些比较。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图表区，所以你可以看，比如说哪些产业捐最多，那在每一届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然后有趣的当然就是，第一个是大家都以为会有什么蓝偏蓝偏绿的企业，这件事其实没那么明显的存在。只要你有机会当选，他就会捐给你多一点。好，那做这些专题之后，作为一个读者，因为我不是念新闻出身的嘛，然后而且作为一个 open source 的信仰者，我就开始思考说，所以新闻的做法到底是怎么样会比较有趣，或者是读者比较可以参与呢？所以我在想，我们就在考虑说有没有可能颠覆新闻的产制。那第一个拿来做实验就是政治现金的这个专题。那时候我们在做政治现金这个专题的时候，就我们第一次做就是做第九届的政治现金。那我们在资料整理完之后，专题都还没有出，就是我们正在进行专题的制作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资料都丢出去了。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独家性，然后这个东西在当初其实并没有新闻点，可是这个所谓的新闻点就是以前都没有人会去看这个资料，或没有人拿到这个资料，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资料丢出来？如果有其他媒体愿意做的话，那其实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关心，所以我们就是抢先释出了这些资料。那这个流程后来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 Reader 的一个新的流程的测试。那 Reader 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自己乱取的名字啊，对不对？好，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就是记者，然后工程师，然后读者，我们会希望读者参与，然后设计师共同组成的来制作新闻的一个编辑室。然后如果大家有学过 R 的话，大部分可能没有。Reader 其实就是你在用 R 的时候，大概第一个会
下的一个指令，就是你要把外面的资料读进来，对，所以我们就同时也取了这一个算是谐音的，哦，双关语，对，作为新网站的名字。那我们又希望就是开放编辑室，然后开放资料，也就是刚刚在提到就是政治现金的这个流程，我们会希望在 Reader 可以 run 的起来。那基本上就是，我们题目确定之后呢，到题目正式产出中间的过程，我们会希望读者可以参与。那整个流程大概是长得像这样子，这是一个比较美化过的图，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的图。但是如果我们要翻成白话文的话，好，如果大家看过有一部纪录片叫做《纽时风暴》，好，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就是对，他们在讨论说，我们希望让读者来选新闻，然后编辑师就会说不行，那就会变成全部都是小猫小狗的新闻，对。好，所以我们其实也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 user engage， 就是跟使用者的互动来决定说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专题。但是我们又不希望这个范围太过发散，那就会变成小猫小狗的新闻。所以我们就找了各个领域的算是比较关心时事的人，比如说我们找一些律师，比如找一些作家，然后让他们来看每天他觉得比较重要愿意分享给读者的是哪些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客座总编辑的这个制度。那客座总编辑选了每天3到5条新闻，我们就会用这些新闻来产生所谓的关键字，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直觉想象，比如说亲近农场的民宿要就地合法，一般人看到就是表面上字义上的这一个新闻，但是对我们来讲它可能会是跟国土计划有关，那我们的议题的关键字就会下国土计划。所以比如说农舍买卖这件事情，或者是农地被滥用这件事情，它可能也是跟国土计划有关，所以当这些相关的新闻都被纳入同一个关键字，而且这些关键字所产生的新闻被 user 大量关注，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来做国土计划的这个题目。好，所以这个就是议题的产生。那议题产生之后呢，就是当我们决定做国土计划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会 announce 给所有的读者说我们要做这个题目，那我们会开始收集资料。所以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就是在产出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读者就可以参与，然后他就可以拿到我们现在手上跟记者一样的资料，那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资料来讨论说，所以有可能有什么面向，可能有什么可以考虑的。那这样子一直到专题的完成。好，那大家都会以为说，所以你们做了一个所谓的实验，那是不是要改变现在的媒体的状况？那我觉得就是Reader 跟现在的所有媒体，它其实是可以并存，并没有冲突的。就是，会希望透过流量，然后来带动广告，促进营收的这些媒体还是可以继续存在，而且它理论上也是不会消失，因为大家还是会看那样子的新闻。对，所以Reader 其实是不会造成其他人的生存危机，不对，我们自己才有生存危机，就是其实不会有任何冲突，对。然后Reader 其实是一种新的想象，就是新闻除了这样做之外，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做法？这是一种想象。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文化的改变吧。所以就是我看 Reader 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实验，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新创，因为对我来讲，这个进入门槛太低了，作为一个新创，很容易就被对，资本更多的话就很容易超过。可是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人们去对于新闻做思考，然后你可以对于新闻有不同的想象，或者是新闻的层次有不同的想象。对，就是当你以后看到一则新闻，然后他跟你说这些比如说什么健保又多少年又要什么破产，那他的 raw data 到底是什么，他的资料到底准不准确，或者是他的资料
到他推论出来的这个结果到底准不准确，是不是可以经得起考验。那经得起考验不是只有编辑室的考验，而是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去看，或者是你拿到这些资料，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好，然后对，这是 Reader 网址。那现在加入会员就送100点。好，谢谢大家。谢谢 HC 的介绍，然后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太好了。